大家好，我是陈立农。每周五晚10点，湖南卫视、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《中餐厅》第6季，会员尊享 Plus 版、独家直拍等更多精彩内容。如果等会儿见到这一季新的合伙人，你会怎么介绍自己？我还要介绍自己吗？你吐了，你吐了。你刚是真的吐了吗？真的吐了吗？你们怎么都知道了？我的天哪！ 若男，你特别喜欢哪个女演员？我比较喜欢。我感受到了。最近很喜欢花儿，所以就希望这次我们的中餐厅是有很多花儿、很多树、有很多野生植物的地方。 就我希望它跟大自然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，房子的窗户望出来，也都是很大自然的景色，远离城市的喧嚣。就是我希望我们的中餐厅是那种特别敞亮亮的那种，很浪漫的这样的一个房子。我会希望有这个湖水。 花草、蝴蝶，吃饭的人不单只是舌尖上的满足，也有灵魂上的收获。可不可以再画一幅比较具象的画？就是样子、外貌。不需要了。我再画，我想不出来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最像的。 你好，这里是礼宾部，请问有陈立农先生的助理吗？有，好的，谢谢。果然是这样粉的。喂，谢谢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 拜拜，拜拜。我现在就喷一点。好。哎。走了。如果等会儿见到这一季新的合伙人，你会怎么介绍自己？我还要介绍自己吗？ 已经到了第6季，我还要介绍自己吗？咋的？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心情很紧张。你还记得有一年咱们下台阶吗？记得。我来来回回几趟，10趟将近，脸都变形了。对，不会待会又让我爬坡吧？又要开始搬行李的一天了。我现在心情就是有点激动。 有点小雀跃，我觉得这个节目会很好玩，就是有点紧张，然后又很期待，就是强做镇定，故作镇定。我还是比较期待在餐厅的附近，可以有我画的那个河，清澈无比。就是很未知。 然后也很期待吧，因为没录过。就像我以前第一次拍戏，拍那种战争场面啊、炸点啊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不知道怕的，然后后面可能拍多了以后，反而是会有的时候会紧张。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心情应该差不多。然后你觉得这一次我们的餐厅会是什么样的规模呢？千万不要！ 你千万别告诉我有10几桌，我忙不过来。一共就那么几个人，也就8到12桌最多了，最多了8到12桌。我们这几个人的话，规模一人管一张桌子就够呛了吧？已经。撑死了5张桌子，溜溜大顺6张吧。我上次有说啊，3000桌啊，3000桌打底呀、啊，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啊？然后我们5个合伙人嘛，一人600桌，应该是轻轻松松吧。当然会希望人更多更好，因为这样点的菜品就会多，这样就可以赚很多钱，对吧？对。好的，压力给到小明哥。嗯，毕竟小明哥会让我有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。我们算进山了吗？ 吃没了吗？女演员在车上补妆的技能。哥，我们到了，到了。哪儿啊？哪有饭店啊？感觉这是要把我卖了。哦，在这儿呀。嘿，是这个样子的呀。哎，你们好。 好舒服啊，景色还真的好美啊，好像画儿一样。青山绿水，红瓦墙，真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。静静的享受一下这片刻的宁静吧。期待小伙伴们的到来。 哎，又有人来了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哎，您慢点儿。哎呦，就知道我爱吃西瓜是吧？还是你了解我。路边上买的，所以这个是你的店吗？我们的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店吗？要不然呢？以后就在这做生意了。 我怎么感觉有点想要让我们自己种地、自给自足的感觉？放在冰箱里了。这。你吐了？啊？你咋回事？晕呐！晕车？你咋就晕呢？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？对，消息比较灵通。小明哥，垃圾桶在哪儿？哎，咋没有垃圾桶呢？ 漂亮，没有垃圾桶，漂亮。啊，住应该是住这儿。啊，我这儿有个大虫子，真的假的？不会是住这儿，我不信。啥？这什么？我不信住在这儿，不可能的。真住这儿？民宿嘛，那这上面贴着民宿嘛。哎。 哎，不会是住这儿的，我应该是住这儿，我不信。这一看就是临时搭的，让我们住的地方。会热死吧？没对啊，怎么没空调啊？是啊。不会吧？坐吧。哎，你的。哎，我可以打开看吗？那当然。 这季的中餐厅还算有良心，至少有饭吃，是吗？嗯，免费。尹正你好，欢迎来到中餐厅，这是你第一次加入我们的节目，但却不是第一次和小明哥合作。中餐厅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？你可以多问问小明哥。总之，这一定是一趟非常有意义的旅程，就像接下来节目组请的这一桌最地道的农家饭。所以用给钱吗？嗯 我刚才找了半天没钱，我口袋里也没钱，所以应该不用给钱，免费的。刚说了免费的，是不是免费的？我再看一次。对，节目组请，是吧？我看。黄店长你好，欢迎来到第6集中，今天把工作放一边，节目组是有人情味的。你之前都经历了什么？吃饱了就。谢谢师傅。小明哥。对不起，我刚没注意，没看到你。哎呦，挺沉的这个。 哦，立农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还有东西吗？没了没了，谢谢。欢迎来到中餐厅。谢谢谢谢。我在找垃圾桶，我也找了半天没有，所以你先放桌子上吧，待会儿我来统一解决。哇哦，山上的水就是不一样，冰。请坐。好啊。喝点水，然后看看你的信。 现在看吗？看。立农你好，欢迎来到中餐厅。作为本季中餐厅里年纪最小的合伙人，你准备好迎接哥哥姐姐们的关心和唠叨了吗？先别想那么多，节目组请大家吃顿饭，吃好喝好，再迎接挑战。你刚是真的吐了吗？真的吐了吗？你们怎么都知道了？我的天哪，谁跟你们说的？绕来绕去绕的有点晕。 这里没有空调哎，是啊，没有摄像头啊，小明哥，那应该不是这里。因为，你不要，你不要这么认为，因为我中餐厅啥事都能干得出来。我是听说我们住的睡觉的地方是有空调的，而且很强。听说吗？嗯，好吧，听说这个事儿你就别当真了，传言跟实际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差别。我倒觉得我愿意住那个房子，那房子多好啊，多漂亮，蛮有味道的。 小的时候住在姥姥家，就是住这样子的房子。哇，我看到中餐厅了，这么农家乐啊！哎，跟我想象中的真的不一样哎。哎，我们出去一起去吧。好啊。 啊！他们还出来迎接我们吗？好紧张啊！停！欢迎光临中餐厅。Hello， 小明哥，谢谢。倒茶！我先给你把行李放这儿。好，谢谢。包包可以放这边。好，请坐。好。你的亲戚的导演组给我们的信。 张若楠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中餐厅。很想知道看到眼前的合伙人，你内心的第一句 OS 是什么？第一句 OS 是什么？咋了？看一看你们，见到真人了。说你的，都是。就终于看到真人，所以这种前辈到底在你心里面是什么位置？就是遥不可及。 什么遥不可及？年龄遥不可及吗？我是小明哥，我们有见过吗？我记得有一次，小心发言，小心发言，就是一定是活动上面啊，对，有可能。我这个人稍微有点脸盲，我经常要见2、3次才能记住，记不住是很正常。对，是。我们不是在哪里见过吗？ 有一个唱歌的哦，对，只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还没见，然后后来是舞台，舞台微博之夜第一天第一次见面，所以最后就是本来是你们两个要合唱，大家啊，我刚准备开始挑事儿，怎么比如说呢？比如说没合作上的话，我就会说若楠太大咖了，不想跟你唱。哥，你别这样，你不要搞事情。 什么呀？这个是吗？真的，快把我的帽子戴起来，造型搞一搞。哎，来了！来了！哎，看粉色的车就知道来了。欢迎光临中餐厅，陶姐。陶姐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陶姐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长这样。哇，这么多摄像头。几个桌啊？在这里3个，9个桌子呀。陶姐，包包放这里。好。风景是很好了。啊，厨房不大耶。对。对。你们都看过了。嗯。 节能灶，这是菜板吗？对，这是分别切不同的熟食、生食啊，这种分菜的菜板。那好脏啊！嗯，这个我们一会儿要清理。对，感觉都是二手的。不是，他以前这儿就是个餐厅吗？不是吗？应该是个农家乐。坐。我们直接吃饭啦。对，节目组请，免费的。哇。 上菜了，哇！吃饭吃饭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是高山黄金炖土鸡，1年4季在山里面云雾缭绕的地方养的这个土鸡，所以这个是黄金是吗？那是姜，那个是黄金，它是一种药材。这个不是姜吗？不是姜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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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个药材。来我们姚家做客就是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所以酒是什么酒？ 姚家爱情酒，爱情酒，所以喝了之后就会。嗯，那要去品味，那绝对要去品味的。爱情它这个东西，它要品味，是吧？对，爱情它这个东西。上饭了，这是姚家柴火饭。1、2、3，称名称谓，称心称意，祝你们吉祥如意。耶！胖胖胖。 对，要写的，哎，好办，啊，行，用餐，用餐，用餐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，好吧，那我们吃吧。你能吃辣椒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行，你好像不太能吃辣。 我特别爱吃，我一个山东人，很奇怪，我巨爱吃辣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抬眼就看到你在蘸汤吃习惯。蘸汤吃好吃吗？好吃，很有创意。我帮你蘸个汤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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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蘸吧。不用。要蘸不蘸不好吃。对，你这。 咸咸甜甜，不用，快点，你不要毁了这盆鸡，我有叉子，你吃你自己的。陶姐很嫌弃的看着我们。你觉得腊肉加上西瓜会什么味道？辣西瓜。我试一下。那我给你夹块腊肉。好。你想要大片的还是小片的？既然来就猛烈一点。好。 猛烈一点，猛烈一点，那我就给你。这太猛烈了！啊，好，你碰过来算了。那我给你夹里这个，这样吃啊？这个试一下。好，怎么样？不难吃，我是认真的。它是一个新的东西，就是。那你还想要加什么？不用啊，就是多吃一点，好不好？你别说话了，店长。 就是它那个西瓜会有把它那个综合，对不对？因为毕竟腊肉的盐分比较高啊，然后那个西瓜的会把它稀释掉。嗯，因为它是西瓜嘛，所以会稀释。漂亮。哎，感觉这里可以当我们的菜市场哎，什么都有，鱼也有，鸭也有。我怀疑我们要自己种菜，自己采摘，自己做饭。 有一股不太祥的预感，就是一般来说，现在这个节奏应该要往前推进了，但没有。是。其实我刚刚在吃这一大桌菜的时候，我就有点不好的预感。你觉得最坏会是什么呢？没有最坏，只有更坏。先给你把心理预期放低。你好，大厨小明哥，这是节目组给你的一封信。好，谢谢。喝一口压压惊吧。 等一下，合伙人们，大家好！品尝完最地道的农家饭后，请大家打起精神，带上行李，一起出发。第6季中餐厅目的地就在前方，等着大家。啊，不是这里，原来不是这里啊！我们被骗了。我就说不是这里，骗了，因为这不适合小朋友来。我想说，在这里小朋友要玩什么啊？桃姐还是桃姐。走吧，走吧，快去看看我们真正的餐厅吧。走吧。走吧，那我们赶紧出发吧。 走吧，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那我们就大汉挤一挤喽。好，大汉挤一挤是啥意思？三个大汉，大汉天子，大汉挤啊，大汉天子，大家都挤一挤。各系安全带，所以前面看一看。如果说。 比较会晕车的去前面会比较不晕。你去前面，我不晕车。好，好。那我到前面去喽。啊，好，好，走了走了。安全带，安全带，立农安全带。哎，是。我们的西瓜。西瓜，西瓜，师傅能不能来得及回去拿西瓜？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去拿吧。西瓜，放我脚底下一个，放你脚底下一个，没事，都放我这吧。好，走了。还好，还好，走2步路。哇，我看到中餐厅了。 欢迎来到中餐厅。哦，你看这密密麻麻的才像是真事儿吗？干干净净的嘛。嘿嘿，你的衣服。哎，制服还蛮漂亮的。是不是要换了？是不是我跟你讲，我最喜欢穿制服，就大家终于可以穿一样的衣服了。开放式的厨房哎，这里有一个灶台、2个灶台、3个灶台。 这是做甜品的地方，应该可以让他们想吃什么自己做。对，哦，这真的，这是我见过最美的厨房了。我们出去看看吧。走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哦，2边都有。这也是一个餐厅。这个原木的感觉好棒。嗯，而且它是，你看，它都是圆的，就不怕小朋友撞到。 对，是这个木头做的很细心。哇，还有山水，走，我们去看一看中餐厅。哇，这是我见过最美的餐厅。哇，天哪，天哪，太幸福了，可以啊。你看嘛，这才浪漫。有小朋友玩的东西，还有小木马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 小马，这个应该是送给小朋友们的吧？谁来吃饭送谁？对，小风车。哇！哇！你真的是哦！哎，我们的话哦，真的，开心最重要是谁？我。 Let yourself love someone. Let yourself love someone. Let yourself love. Oh. Let yourself. 你这那个好像长辈哦，这长辈赐了个匾给我。很像有一个老中医，然后你在里面当代牌匾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要给他解释一下。 无规矩不成方圆。我是想有方有圆，因为餐厅还是井井有条。啊，你是这么严肃的人吗？感觉你是给我们画了一个护身符，有方有圆。所以真的是要给小朋友做很多小朋友的东西。亲子就是一家人来吃饭。有人来了。 你好，您是我们的，我是来这里认厨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哇，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感谢感谢，是。啊，吓死我了，这就放心了。哎，又有人来了，帮忙吧？谁？终于找到了。怎么称呼您？ 我叫郑小杨，然后我的同学们他们都叫我小杨老师，所以你们就可以直接叫我小杨。哦，你是老师，对，真好。您来了，我们又放心了。Let's go home, go home。回家的风景确实是蛮美的。嗯哼。證明愛人又愛己，何以有那麼悲壯？齊合你。 呀，天鹅都回家了吗？是一个人一个这样子吗？一个人一个集装箱是吧？哇，是吗？哎，这都是集装箱啊！哇，这很好呀，这很棒啊！对呀，蛮好的。 每个房间都很有意思，每个房间都是超美的。这间房也很棒的，哇，这个房间景色好棒的啦，还不错。哇，这还可以唱歌，真的哦。嗯，这儿给我们准备了一些东西，是可以在这做早餐的。我们先出去订房间吧。 女孩子肯定不愿住楼上，那就让他们住楼下。然后我们男的就住楼上。太好了。桃子，你选一个颜色。我就这个吧。若楠，你住下面这个好不好？啊、这样子你们都不用爬楼，好不好？啊、我觉得你们女生就全部住在这一块，跟店长住这边就算了，我们住那边去。不然我就住他楼上吧，啊、我叫你们方便一点。你们两个就住这里。没问题。蓉蓉，我们就住那边去。可以啊。这样好吗？没问题。来，啊、东西搬过来。 爱是糖尿过，就像是酱油条。这是谁的？我的。咱们往后。还有一个包包。好了，大家是不是可以 say goodbye 啦？大家晚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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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安。 明天见了，明天见。那里面没人呢？早。早。其他人呢？他们在那边。啊、你看，都是他们还哥哥他们还没下来。哦。 早上好，早。哎呦，今天要注意防晒哦。对，我带了喷雾，你们可以随时用。嗯。从那这不方便下吧？我能过来吗？这里？我就在这儿吧。早上还是很美的。我们好像是一起下去吧？是在那里边集合吗？走吧。小明哥，然然。 小明哥，你 later。走了。Morning。哎呀，我天哪！你今天这是巴黎贵妇装啊！先假装去度假，回到厨房再开始当那个厨娘。帅哥早。早安。小杨，哎，郑哥来了。郑哥，我给你们带了那个，我昨天忘拿出来了。 我给你们带了那个防晒衣，太棒了！我放车上，咱们放在那个餐厅吧。是直接下去对吧？我现在打电话给张老师，我问一下张老师走了没有。张老师没接电话。他住几号房啊？我们去敲一下他的门吧。他有可能想给我们做早餐，我觉得。肯定是他不那么晚起的。张老师，吉姆森啊，不在，那走吧。 那我们先走吧。我们先走吧，给他们弄点吃的吧。可以。走吧，走吧。这不会是要下来给我们惊喜吧？对，我觉得他可能很贴心，觉得先帮我们把早饭做好，很有可能。那走吧。啊啊！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倒了呢。帽子飞了，啊，一会儿再说吧。我帮你拿包，你弄包。帮我拿这个就好，谢谢。我帮你拿包，你把帽子弄上去吧。好美啊！啊？嗯。果然游客多，确实实。现在10点全是人。 真的感觉像去了世外桃源一样，就像霍比特人的小屋一样。尤其是这些风力发电机，感觉很像大风车，左看右看都很好看。Hello， 你们好。哎，没事没事。你们好啊，小朋友，骑马骑这么好啊？Hello， 早上好。早，张老师，我们老师早。早餐已经备好。哇，果然，果然你在给我们做早餐呢。天哪！我们还去叫你们呢，结果你们两个太贴心了，太感动了。昨天睡得好吗？我还不错啊，那太棒了。太厉害了你们，桃子姐姐，今天你可以吃这个，这里边一滴糖都没有。太棒了，这是南瓜什么东西？对，南瓜和牛奶。 对，里面一滴糖都没有，你们放心吃。哇塞，不是，我来把它拿过去吧。对，你们想在哪里？去那边，那边凉快。嗯。哦，好健康啊！是我买的那个饼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好健康。这里面一滴糖都没有，你们放心吃啊！我现在指的是牛奶。它都给摆好了，哇，哎，这样的感觉很好。我们坐吧，谢谢阿瑞，辛苦了。哎呦，有点西式哎，好可爱的小兔子，好感动啊！好啦，谢谢，谢谢。没想到我拿的饼我没用上，您用上了。这是詹大厨做的，然后今天早上我昨天带了个南瓜，所以我把这个南瓜加牛奶做个南瓜羹，里边是一颗糖都没有放。 很健康，大家放心吃啊。嗯，符合你口味吗？这个南瓜真的好好吃啊！做的东西真的很好。这种节目可以录10期、100，之前有这么幸福吗，店长？偶尔，这次是做的很漂亮。 哇，这个好好吃啊！这个好好吃啊！这个饼很健康，嗯，不会胖。有机，我们是有机中餐厅的。所以詹大厨这个饼是不是也可以做9种？应该可以。谦虚了，詹大厨每个东西都可以做9种。嗯，原来是真人啊！啊，原来是军人啊！一不小心是去当兵了。真的？很光荣啊！我那时候很崇拜这个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。 对，还有一种崇高感。昨天因为我们不认识张老师，特意查了一下，我们张老师真的很厉害。没有，还好啦，我们就是喜欢嘛，喜欢。对，就跟我们表演一样，喜欢演戏的话，就会努力去想。我喜欢这种氛围啊，真的蛮好的。它就是一种生活。对啊。对。小杨老师也是啊，小杨老师做的点心都特别有爱。 不管是样子呀也好，还是味道也好，就是很有爱心的感觉。这也是喜欢，因为我也是半路出家，也不是专业学点心的。但是我就是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就觉得我想做吃的。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喜欢做点心，然后我的家人不理解，然后我半夜睡着睡起来开始捏包子，然后他们起来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我在那边捏包子，他们都说是不是看看女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真的喜欢才能坚持。 所以就唯有美食和真情不能辜负。嗯，我们待会儿就是按照2位老师给我们的这个想法和路线，我们逛一圈。好的。啊，然后顺便可以买一些大家晚上想试的东西。嗯，就是因为昨天我看到大家若男列出来那个清单，我们今天不是有很多佐味料，嗯，要去买。对，我感觉你像小杨老师，他后来还有翻到一些宝贝出来，我们一会儿去检查，就是别买重了。对对对。好，周师来，我们准备出发。我们自己开还是？ 我想看一下地图，也许我们去永春村的路上就有可能会路过别的地方。你研究着，我们先把碗洗了。好，地图反正我也看不懂。张老师先给你大概说一下哈，我们可以去抓鱼哦，土鸡、土鸭、糍粑、牛干巴、腊肉，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就这么着，走了我们。好，那你收拾完，收拾完了吗？收拾完我们走。这个永春村，永春村，走了走了。 哎呦，这个弯，哎呀，吓死人了！哇，他们这里确实，不是确实陡啊！哟，郑哥的车技可以哦。他赛车手。啊？他这种身份啊？嗯。 您觉得22有一点点那个海拔的，还有13、14嘛，是吧？如果一会儿能买到牛肉，嘴晚上给你们做芹菜炒牛肉菜，太棒了！我觉得你很能干，不像这个年纪的小姑娘，就是感觉自理能力很强。小时候跟我妈妈一块儿对学的。 若男，你特别喜欢哪个女演员，或者是女演员啊？男演员也行。女演员的话，我比较喜欢樱桃姐。樱桃姐，太官方了。好，不官方。没有，他说的是真的。樱桃姐，我感受到了。只是眼睛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，也等着和你相遇。 又到了一天早晨地农小课堂的时间了。什么小课堂？地农教唱小课堂。这是我。哦，到了！啊，好漂亮！ 哦，这个农庄。洋洋，你看，紫苏啊，你看那都是，这都是，你看，来吧。不是，这是这个那个。可以，这野生的。 紫苏啊，哎，紫苏哎，对呀，这能采吗？可以，紫苏好吃啊，紫苏好吃啊。这还有一小株。我们用多少采多少，不要太多了。你看，对，这有大的，多采一点嘛，既来之，既来之则采之。这路边的可以采，它这里不切的是这个，这个也可以吧。 我超级爱紫苏，你没连根摘呀？啊，我拔断了，不小心。啊，那今天就把它吃了。他们连根的可以放放。哦，这个是都是连根的。对，我给揪折了，对不起。对，这个放这里吧。走。这个可以睡觉。对啊，真爽。 哇，下午在这里很舒服。对呀，在这睡一睡。狗狗，哎，这对狗真的都很和善的。你看紫苏一片，你看，一会儿我们就把它搞了吧？对，搞了。我喜欢紫苏，我也喜欢。哈哈，我只会做点鸡腿。呀，我跟你讲呢，那个就折耳根呐。哦，折鱼腥草。对，鱼腥草，但是它老了，它只能吃它的根系，对吧？哎呀，这个好大，把它摘了吧。拿在手上。那边那么多啊！摘两个。 OK， 这样，我现在看看，这个应该是野芹菜吧？哥，我们先上去找他们吧。嗯，张师傅，我们先去找他们，汇合了菜，一会儿一起来搞。对，那你那边还有石菖蒲，哎，那边石菖蒲、水菖蒲拿来扒起来，等一下炖鸭子很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不是来吃饭的，我们是来买东西的。我们是来买东西的，然后我们也要吃饭。有这里的特产，土鸡、土鸭这些啊，还有腊肉、干牛肉。我有两件事情，拜托。第一呢，我们想看看土鸡、土鸭，可以，还有干牛肉。嗯。第二呢，这顿饭我们交个食材的钱，行吗？要的。行不？要的，钱是肯定要交。 是去抓鸡、看鸡还是现在？先买食材。土鸡、土鸭这些东西吧。冷水鱼就是那个。冷水鱼可以，你让我看一下。听说你这可以下水捞鱼的地方，我们去看一眼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些鱼在稻田里边。走吧，去抓鱼去。给我们引引路。就是自然看风景，哇，超好看这个地方！我帮你们每个人都拍一个吧，可以的。1、2、3，走！你没事儿吧，小明哥？桃姐，耶！张老师，耶！耶！彤彤。 你没事吧？